魔道祖师我也非常的爱。那么这一次噔，大家请看我们7月31号，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腾讯视频独家播出的魔道祖师 Q。 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海报是不是非常的 Q 版，非常的可爱，对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你们的最响亮，你们沉浸了在家憋了半年的尖叫声，让我们有请为魔道祖师动画中魏无羡的配音演员，让我们欢迎杰大，欢迎杰大。大家好。同时让我们欢迎为蓝忘机的配音演员，欢迎变大。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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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二位。二位先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哎呀，时隔一年再次来到这里，真的是好开心呐，是不是啊，韩光君？蓝忘机，忘机，蓝湛，哦，嘿嘿，蓝二哥哥，无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不见。会不会有点听不见是吗？无聊。但是这就不是他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非常谢谢两位大大，我们时隔一年我们又见面了，对吧？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哎呀，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太不容易了，真的。哎呀，这之前还在心心念念想着，哎呀，今天什么时候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见面，对吧？一年总要见上那么好几回。那今天呢，大家也是有没有从其他城市来到这儿看我们杰大和变大，有没有？哇，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大家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我们这一次 CCC 能够如约而至，其实离不开大家的功劳。是的是的，对吧？这个一定的。对的，因为每一位小伙伴，包括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我们的小伙伴，大家这个防疫是从每一个人做起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次更加体现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不容易，不容易，对，才显得难能可贵，朋友们，对吧？对对。然后两位大大也是百忙之中啊，朋友们抽出时间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场，非常乐意，非常开心，给大家见面，哎，对吧？对，好久都没见到你们了。是呀，谢谢谢谢。你们想大家吗？当然啦，想。想死你们了。我真的是上一回真的是大半年前了，大半年前。 对， 对，因为我们是每一年，我们自从魔道上线以来，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儿嘛。 对， 对，然后我们还有前两年是有这个其他的活动，对，也是魔道联动的，是的，也会和大家见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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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对。然后今年我们又来了，对吧？大家，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会不会看厌倦了我们，会吗？会不会？真的吗？哦，真的，就是不是真情实感，不是假的哦。真的真的真的。那你们会不会希望明年还能看见我们，会吗？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我们也是希望吧，对吧？希望，对，我们希望每年都可以见到大家，开开心心的。是的，对，开开心心 的是是。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就来了，既然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全新的魔道祖师，你看 Q， 你看非常的，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 Q 版，非常的可爱。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的预告片？看过吗？我觉得已经不能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时候必须说一个网络热词，叫可可爱爱啊，可可爱爱，可可爱。边大也来学一句吧，可可爱爱，可可爱爱，哦，可可爱爱，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那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魔道祖师 Q， 因为魔道祖师到现在，对吧，非常的火，那么魔道祖师 Q 我们的这个动画又和之前，你们二位觉得有些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哎呀，因为之前的剧情大家也知道，哎呀，是很多这种特别虐心啊，对啊，很递刀子的这种片段，对，粉丝看了可能会很舍不得。我们这回呢 Q 版还是想把一份甜甜的东西给大家一些啊，然后让大家开心啊，一份多给大家带一些福利这样子的，带一些福利，所以要发糖了是不是，边大？这个
导演来说啊，不是我啊，导演有吗？甜吗？要问问配音导演说了嘛？啊，有一些甜甜的，甜的，啊、对，但是更多不能给大家剧透。对，到时候呢，敬请期待，大家哎，7月31号，敬请期待腾讯视频独家播出，是的，对吧？对，敬请期待。那想问一下，二位大大，跟之前的这个相比啊，在配音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杰大你在配线线的时候，配 Q 版的会和配那个是一个声音吗？先问大家，你们希望是一个声音吗？不是啊，不是啊，哦，没事，一会儿满足你们，好吧？感觉上，因为他毕竟配的这个情节啊，这种片段啊，和那个正剧里边会有一些些不一样，因为会有一种轻松的态度在里边。哦，哎，那这样吧，现场能不能这个用当时的感觉来个那么一句话就好，好不好？一句话呀，一句话。我们还是等一下吧。啊，好的，我们等一下，没有问题的，我们等一下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编导，在 Q 啊魔道祖师 Q 中有没有，现在是配完了应该是吧？配了一部分 OK，好，那有没有目前你最喜欢的情节？我觉得好像他每个都喜欢。我刚想说不能说都喜欢。不能说都喜欢，不能说，虽然说成年人不做选择，他出现的集他就喜欢。他不想让我说，那我就不说了，秘密是吧？没有，就是我感觉记得就吃饭的时候可好玩了啊，吃饭的时候好几场吃饭的戏，对对对，哦，待会儿你们能看到，大家就可以看到，哦，待会儿就知道了。对，那我想提个问题，我代替大家问的，吃饭是你们俩一块吃饭吗？是不是想问这个？可以啊，还蛮懂你们的啊。那分着吃还有什么吃头啊？哦，太精彩了。那这样让我对于这个我们的魔道祖师 Q 啊更加期待了，对吧？更加期待了，对。然后呢，还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一直都在关心我们的魔道祖师的第三季什么时候上线？到底这个，可以透露就透露啊，不能透露我们就敬请期待啊，那就敬请期待吧。哎呦，不能跟你玩，这个和你玩了，编大。能不能稍稍透露一下《魔道祖师三》？必须能啊！哎，敬请期待。哎，我太难了。哎呀，那行吧，我们敬请期待，对吧？敬请期待。好的，那想问一下两位啊，你们其实现在配了魔道的这么多部，对不对？有没有尝试在 Q 里面想魔道祖师 Q 里面有想配的角色有吗？想配谁？杰大有没有？Q 里面我配，想配谁？配蓝忘机。哦，那怎么样？怎么样？蓝二哥哥，你别说你要配仙子，小苹果行吗？那我配仙子。没有，我觉得就是Q 版其实，待会儿给你们表演一下，我觉得还是我俩可以稍微。这样配着好好玩了哦，可以好好玩一下哈。就是一下你就能变到很小的岁数，我今天才5岁，有没有知道？哦，其实想尝试这样，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只是想尝试吧。阿杰狗狗，啊，好吧。那非常谢谢编导，那我们今天的下面环节我们就都这样说话吧。不是怎么着？好，我们下面要做什么？哦，对哦，好不好？真的要这么说话吗？都好不好啊？好，我们这样说话，大家可能听不大清楚了，是吧？主要因为现场这个可能这个空间比较大，对吧？所以可能这个回声也会很大，所以呢我们可能那样的声音呢大家可能听不大清楚，我们可以这个再推上来一点，好吧？再推上来一点啊。那我们各位就开始了，我们说到了魔道祖师，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你们想怎么回顾呢？答案叫4个字，现场什么？现场什么？
哦，那怎么能够如大家所愿呢？是吧？那便大家说什么是什么了，是吧？就是，那就是啊，那我们都没排面呀，对吧？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有大屏幕的，我们一块看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看，就放什么来什么，放什么来什么吧。来，请看大屏幕。哎呦，喂，上来就是这个。哎，等一等，等一等，我们再来一条，再来一条，我们重新来一下啊。有点快，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再放一遍，再放一遍。声音啊，上来就进了。再来，等会儿来了。这个啊，喂，哦，蓝钻，阎罗杀万世门生的是你。当然，那些招阴的俘虏，我干的。喂，修习邪道终会付出代价，孤王今来无一例外。无论什么代价，我付得起。此道损身，更损心性，我自有数。有些事不是你能控制得住的。我当然控制得住。说到底，我心性如何，有关旁人什么事？魏无羡，蓝忘机，你一定要跟我过不去吗？论邪，还有什么比温狗更邪？魏婴，跟我回姑苏。回姑苏？是了，毕竟你们姑苏蓝氏最讨厌我这种邪魔外道。此去并非问罪，那是什么？要我修身养性，还是要废我全部修为？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们姑苏蓝氏是谁？呜呜！哎呦，这种感觉爽吗？太久违了。对，爽吗？大家爽不爽？爽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我们今天就收工了啊，是吧？好，我们一起吃饭去了，好吧？哎，饭都没吃啊，好吧，我们走了，可以吗？不行啊，哎呀，那不行呢，哦，是啊，我们两位大家都没吃饭，你们不心疼吗？他们也没吃饭呢。哦，你们也没吃饭啊？哦，你们吃了吗？其实我们要同甘苦，是吧？谢谢，太辛苦了。同甘共苦。那这样吧，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一起吃个饭可以吗？哦，看看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呢？我们一起，请看大屏幕。魏婴，不可浪费食物。吃饭不可咬得快快。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有什么规矩？通通说了吧。人参不知醋，不可放过三碗。你打的饭太多了。没有啊，蓝川。我这才是第一碗呢。嘿嘿，哇，爱了，绝对的！你们会不会去看？哇，我好希望现在是7月18号，我希望今天就是七月。对，我也希望今天瞬间就可以看到第一集，对吧？哇，太可爱！你们到时候会不会想要跟着一块吃饭？会吗？这个可以一边吃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看，比较有互动感。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前面在旁边看的时候，我是头一回看，我一定不会吃饭，我把完饭都冷掉了，我都不记得，我就在那拖着，我很认真在看一遍一遍又一遍。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方言版，哎，方言版的。这个是我们的国际惯例，对吧？我们的腾讯视频在 CCG 主舞台上，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方言了。对，每次我觉得什么东北话呀，什么天津话呀，什么英格兰语啊，都说过。不行，我们从下面找个会方言的上来教我们俩。哦，哎，大家愿意吗？愿意吗？赶紧举手。
这个上来用方言教你们，确定吗？真的？可以啊，可以的啊。对啊，要不然好吧。哎，教另一个语系，比如教吴语系的这个上海话，那我估计就够呛了。可以啊，可以啊。啊，真的啊，不然我俩就说会说东北话，别的不会说呀。那行啊，那么怎么谁来选呢？啊哈，国际惯例啊，好吧，那又是国际惯例啊。大家，我们挑几位啊？会说的两位呗，一人教一个。差点我以为说会说的全上。两位吧，好吧，好吧，两位，两位啊。我们一位一位啊，每次到非常艰难的抉择的时候，我每次我要说同样的话，我呢会尽可能的公平、公正、公开。然后如果没有选上的，亲爱的粉丝们，请切莫怪我，好不好？谢谢大家体谅。来吧，先把手放下，我们比举手速度啊，还是比举手速度，好吧？啊，我们一半一半来啊，一半一半，以这一半为中线，我们先来这一半，好不好？来，准备啊，听到三二一的一的举手，三二，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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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啊，是不是这位？我觉得这位好像最快的，拿手扶的这位是吧？你定，好像是，好像是，来吧，这应该是你，来来来来吧，就是你，来吧。注意安全哦，跟随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从这边上来，这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这边没事没事。没有上来的没关系的，后面还有机会的，好不 好, 好现在这半边是吧？这半边，这半边，好，小心啊，不要撞到摇臂哦，大家小心啊，很疼的哦。来，三二一，妈呀，谁呀、啊、我看好像速度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呀。再来一回吧，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啊！来来来，准备，三二一，哦，这位啊，对，就是你，就是你，黑衣服，就是你啊！哎，他正好举了你的灯牌呀，阿杰七二九，哎，还有小爱心，带着灯牌一块上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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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从我们的舞台的你们的左手边来到我们的台上。来了吗？哎，人呢？路途遥远，杰大，你看这么大一个圈子嘛、啊，下来了。我们前面在这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前面呢在这干嘛？我们在嘀嘀咕咕，嘀嘀咕的。其实是这样的，两位大大为大家谋了福利。其实这一趴呢是没有粉丝上来的啊。对啊，大大们太好了。OK， 来吧，来来来，两位小可爱们呢，来，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一位，好，先来，没事，我们可以一位一位教嘛。来，拿着你的麦克风。拿着你用麦克风上来吧，我这一点都不 Q， 我就像嘴巴里面含了一个那个饭在那说话。你好，你好，想问一下你是哪里人？绍兴人，我听到了。上海人。哇，上海人啊。那你就叫我上海话吗？好，来了，好，这样，那你要教上海话哦，好不好？你教上海话，两位都学上海话吗？可以。我们因为有两段方言嘛，一段用上海话，一段用别的，好不好？对吧？就刚刚这段吃饭的用哪段？吃饭的都行啊。可以啊。可以吧？上海话，好吧，好来吧。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可是要鉴定你上海话标不标准的啊。来吧，开始吧。有词儿吗？有，这样。我给你，拿我的吧。先来哪个呀？ Okay. 我给你。啊，你。嗨，对不起，打扰了。他说我可以拿边大的吗？打扰了，对不起。来，喂鹰不可浪费食物怎么说？小心啊。吃个么子？不是，不可浪费食物。吃的么子？吃个么子？应该是这样，不好浪费粮食，对吧？是吧？不好浪费粮食。哎，对 ，OK 啊。哦、我这个好说，哦、我这个哦哦哦就是哦哦就是哦了。可是这是我的台词哎，对，哎，不是我吗？这是前面、啊，咱俩换啊。哦，然后第二段是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冰别拿我的就行。然后
第二句是吃饭不不可吃饭咬筷筷啊，不可吃，怎么说来着？除非我可以咬筷子。不对，你这上下不标准，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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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不可以咬筷子。吃饭哎，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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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筷子，筷子哎，吃饭不可以筷子。吃饭不可以筷子，吃饭吃饭不可以，不可以我我筷子筷子哎 OK 吃饭筷子我可以筷子标准标准筷子筷子我可以我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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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筷子我筷子来吧来吧来吧我可以对对对对我筷子我筷子好然后我筷子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有人多一字么亏一字么。哥哥好可以，阿哥好可以。什么？不，这是不行。你说是行。哦、对，他可以行。可以，对吧？可以，可以。哥哥好可以，阿哥好可以。哥哥，我可以。没事啊，我可能太轻了，我来帮你翻译一下啊，好吧？哥哥，我可以。什么？哥哥，哥哥，哎，哥哥。格就是这个的意思。啊、格格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的意思。不可以，不可以。哎个啊不可以，哎哎慢点，哎个哎呀啊啊啊就是也啊，哎个啊不可以，哎个啊哎个啊我可以，哎个哎个啊啊啊啊我可以，哎个啊可以，哎个啊我可以，我可以，哎个啊我可以，哇我可以，哇可以，哇可以，对，哇好难啊，好难，真的好难。你后面是什么话？我觉得上海普通话还好一些。你后面是什么话？我那个哇啊哇什么话？台湾话。台湾话应该简单点。台湾简单点，台湾话简单。台湾话呀。我是上海人，但是他是上海人，那就台湾话。哦，那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啊。你稍等一会儿，稍等。不是说闽南话吧？不是说闽南语吧？就那个台湾腔。OK， 可以啊。好的，好的，好。来，我们两位小粉丝，请旁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先把编大的手卡还给编大。统统说了吧？对对对，谢谢你。编大没词了啊！还有最后一句，还有什么规矩通通说了吧？嗯，哎呦，哎呦，啥啥规矩？规矩通通通通，哎呦啥规矩？对呀，通通通通通通，讲了吧，讲了吧 ，OK。哎呦啥哎呦啥规矩？通通通讲了吧？好，咱们哎呦啥规矩？通通讲了吧？哎吧可以，怎么样？啊，吧可以，哎有什么规矩？通通规矩，通通搞了吧？搞了吧？哎有啥规矩？通通搞了吧？太难了，太难了。咱们怎么样？来一遍好不好？我们为啊啊？我们为什么要说上海？我都忘了，我就记住最后一句，咱就来一下最后一句吧。没事，我但是没到手嘛，好吧？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走。嗯嗯嗯嗯。不好浪费粮食。嗯，哦，嗯，吃饭不好咬筷子。哥我可以，哥我可以，还有啥规矩？统统讲了吧。啊好，不容易 ，nice， 很棒很棒，这我要是配音导演，不过不了过不了，我要命。再来个一百条吧，再来一百条，再来一百条，出去，出去，出去了，直接，直接，直接，你出去吧，换了，应该会，应该会，就是不那么，就委婉，谢谢是吧？谢谢，先出去是吧？来，我们下一位，下一位，那是我，那是我，啊，是吧？边老师一般就出去，来了台湾话，来，我给你的手卡，来，是哪个？第二条，第二条，来，第二条，啊，这个应该简单，这个也，边大有词吗？边大应该有词，好，来。你要想一点，不可饭过三碗，啊、你饭打太多了。云深不知处，不可饭过三碗，你饭打太多了。不应该是你饭打太多了啦，了啦不应该这样的吧？你饭打太多了啦，好是这样啊，没有了啦，蓝湛，这才第一碗饭哦，饭打太多了，没有了蓝湛，这才第一碗饭哦，是这样吧？是这样啊，是这样，是这样。频频点头，啊，继续继续，获得了导演的赞许。还有吗？还啊，没有了，就两。好，谢谢你，谢谢。好，那我们开始，稍事休息啊，来，请开始。啊，
云深不知处，不可放过三碗。你犯打太多了咯。这哪儿啊？没有啊，蓝钻，这才是第一碗喏。太棒了。好，那接下来呢，上来了两位粉丝，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福利时刻的，那就是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大大同时一起配音。对、一起配。然后他们已经刚才呢差点打起来了，但是现在已经分配好了啊。然后呢哪位先来都行，哪位先来啊、你们两位谁先来啊？还剪刀剪子包袱锤啊？你先来，你先来。你是要和杰大配的？好的啊。好，那你们，那我们谁配谁呢？你们商量呗，都行。你想配谁呢？我们休息会儿，边大走，我们就休息会儿。你都可以喝口水，都可以。那你来选吧。我蓝忘机吧，蓝忘机。你来配蓝忘机。好，等一会儿，手卡给你，没有卡。是这样的，是配下一段，下一段这一段啊。云深不知处，天子笑。这个。哦，这段。我能配魏无羡吗？也可以啊。没问题，那我配蓝忘机。好，我要来模仿一下边老师，大家能听清楚吗？听得清楚吗？听不大清楚，听不大清楚。那我们直接来吗？听不清楚，凑合听吧。好的，凑合听吧，加油的。那直接来，可以直接来吗？可以，可以哦，来一下，试一下。好，来，有请二位。夜归者不过卯时末，不与入内，出去。天子笑，跟你一谈。云深不知处，禁酒。这里究竟有什么不敬的？规训时上所列详尽清楚，自己去看。唉，你们那家规啊，3000多条不带重复，谁会去看啊？嗯？好吧，我不进去，坐在这儿喝不算破镜吧。好，谢谢。我觉得什么？你还可以再大胆一点。好，杰大再又给了一次机会。你要再大胆一点，你就，哎呀，你们这家规啊，3000多条不带重复的，谁会去看呀？你就这么大胆的去说，好吧？我们再来一遍，放飞自我一下，好不好？不要紧张，再来一次。来，3、2、1。夜归者不过卯时末，不与入内，出去。天子笑，分你一坛。云深不知处，禁酒。这里究竟有什么不敬的？规训时上所列清楚详尽，自行去看。唉，你们那家规啊，3000多条不带重复，谁会去看啊？好吧，我不进去，坐在这儿喝，不算破镜吧？好，至少比上一条好多了、啊。好，谢谢我们这位粉丝。来了我们了，旁边请稍等一下， okay, 稍等一下，杰大也先请稍等一下，谢谢。来，有请这两位，有请边大，有请我们另一位可爱小朋友。那咱们俩也先换一下，好吧？先互换一下，对。好。等一下。哎，等一下。哦，我俩的卡还不一样。好，可以了。你是蓝忘机，对。好吗？来，准备。夜归者。稍等，重来一遍，没有声音，重来一次，没有声音啊，重来一次，来，3、2、1，走。夜归者不与卯时，不能入内。对不起，我们再来一下，离近，对，不怕咬上他。好，来，3、2、1，走。夜归者不与卯时，为不允许入内，出去。嘿嘿，天子笑，分你一坛。云深不知处，禁酒。哎，这里究竟有什么不敬的？规训时都上所列清楚详尽，自行去看。哎，你们那家规啊，3000多条不带重复的，谁会去看？好吧，我不进去，坐在这儿喝，不算破戒吧？我们再换回来，来一遍好吧？哇！你们酸不酸啊？哇，我都太酸了，我的天，太酸了。来，再来一次，来，3、2、1，走。夜归者不过卯时末，不允入内，出去。天子笑，分你一坛。云深不知处，禁酒。这里究竟有什么不敬的？
规训时尚所列清楚详尽，自行去看。你们的家规啊，3000多条不带重复的，谁会去看啊？好吧好吧，我不进去，坐在这儿喝，不算破镜吧。好好，谢谢，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们送上我们的奖品，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这是我的，好，谢谢，好，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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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张合照吧，来来，请中间请中间请，来来来来来，中间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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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一点，让摄影老师，来来来来来来，我先给你们个机会，杰大先拿一下吧，啊，边大先拿一下吧，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呢是我们两位老师刚刚亲笔签，往稍微往后点，杰大太前面了太前面了，往后点，面光不好，还再后退，杰大再后面点，面光不好，这样 OK， 这样挺好的是吧， OK OK OK， 然后这一会儿他们会亲手送给你们的，好吧，啊，好，来看向前方，抱枕怎么了，抱枕怎么了，反了啊，抱枕抱枕抱枕，转一下转一下，好好好，太激动了，提醒的太好了，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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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大你要把海报给人家呀，杰大，哦，这个是就是你贴完了他送我给他我以为给我是好，太可爱了，杰大，好，谢谢两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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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哎呀，我这拿着我都爱不释手太好看了，对吧，没事，就是咱俩有有，啊，是吧，对对对对对，大家你一定要给我多签几个下就慢慢签啊，你们酸不酸，酸呢怎么办呢，酸就要记得喝一下我们的啊蒙牛榛果粒，我们的花果轻乳，大家看一看，非常的好看，对吧，有我们的蓝网几款，有我们的魏无限款，大家都可以到时候买回家啊，好不好，买回家买回家，好，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过两位配的这个刚才的天子笑的这一环节，是不是，啊，那我们要不要现场还原一下，要不要，啊，我觉得大家这都已经有过配了好多条，今天几十遍了吧，好多条，差不多了，差不多，好，那我们再来一下，来，有请二位，好，夜归者不够抹石墨，不忍入内，出去，天子笑，分你谈，云深不知处禁忌，哎呀，这里究竟有什么不禁的，规训时尚所列清楚详尽，自行去看，哎，你们的家规啊，3000多条不带重复，谁会去看啊，好吧好吧，我不进去，坐在这儿喝，不算破镜吧，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有看了这么多，这好像是我们配的最多的一回啊，哦，是吧，真的是， 对， 对，是的，真的，所以真的福利满满，你看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是不是结束了，我也以为是这样的还有这么多页，好想扔了，真的假的，还有你是重复放回去了吧，没有，真的还有这么多页，还有三页呢，哦，对，而且三页关键接下来好像还有，那接下来要怎么玩呢，还有6个名额可以上台，哦，哇，太幸福了太幸福了，现场再次爆发起了，对啊，尖叫声尖叫声啊，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今年1月23号的时候是谁的生日啊，蓝什么，对对对对，蓝忘机的生日，然后呢官方呢做了一个魔道 Q 的彩蛋征集活动，当时呢非常多粉丝发来了自己原创的故事为蓝儿哥哥庆祝生日，那今天呢我们把制作方和粉丝一起合作的这段动画也带来了现场，哦，哎，大家对魔道祖师的支持和喜爱要感谢大家，所以我们现场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请看大屏幕，母亲，蓝湛，哎呀，没想到韩光君原来还会发呆，打听了那么久都没点鬼手的消息，
蓝湛，蓝湛，那里有个茶寮，要不去喝口茶？嗯，好。哦，谢谢，谢谢大家。大家觉得好看吗？好看，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暖，非常贴心的。来，有请二位，是吧？我也觉得非常棒。然后这个居然是粉丝和官方共同创作的啊，这个就很有新意了，很有新意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的哈送福利时间啦，六个名额，哇，从来没有这么多，加上前面两位，我们一共上台八位粉丝啊，我们六位一位一位上吧，好不好？一位一位上来吧。哎呀，每次到了非常人生艰难的抉择，希望大家不要到我的微博底下爆破我，太难了，太难了，不要爆破，可以不爆破我吗？不可以，不可以，来吧，六位是吧？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就三位三位，好吧，三位，但是也不对啊，让我想，我本来想说三位杰大的粉丝，三位边大的粉丝，但是两位边杰的粉丝大家都是吧？好困难啊，太难，来吧，来吧，从这边开始吧，开始吧，开始吧，来吧。太难选了，朋友们，有没有人来替我做这个人生抉择的时候？这时候我的客户爸爸看都不看我一眼，艰难的抉择交给我自己去做。我找这个拿编编字灯牌的吧，好吧。这位，这位，对对对对，觉得这个，谢谢你，来。你们俩嘀嘀咕咕在说什么呢？什么好听的？什么？告诉我一下。就不告诉你，哎呀，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啦啦啦啦，哼，哼。你们俩真的可坏了啊！来，来吧，有请来到我们的台上。但我已经忘记要送给他是什么了，好像还是送签名海报加我们的抱枕。哇！你们想上来主持吗？我想下来了，我也要下来。好，可开心了他们。来吧，我看见他上来了呀，那位粉丝在哪儿啊？来吧。放让他上来，让他上来。只有一位吗？一位一位来嘛。哦，一位一位来嘛。大家的这个，所以大家柠檬时刻有六次，算上前面有八次。所以大家每当你们酸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蒙牛榛果粒，我们的花果，我们的花果轻乳。对，谢谢蒙牛对我们的支持啊。好，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没有声音吗？有声音。好，谢谢你。对，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你在上海 ，OK OK， 好，有声，有，你要对着嘴，他的有声，有的，我听见了，有的，你对着嘴，啊，有了 ，OK， 好，然后我们是提问环节，好不好？回答对了就有奖品，奖品知道是什么吗？你不知道，他们都知道了。哦，抱枕，抱枕是吧？抱枕和现场的亲笔签名海报啊，是不是非常激动？他已经，来，直接问你问题，请问。边大来问吧。第一个，送分题，送分题。哦，魔道祖师 Q 什么时候播出？7月31日。在哪？7月31日。在哪里播出？在哪里播出？在哪里？腾讯视频独播。哦，回答正确。的确是送分题哦。啊，送分题对吧？标准词。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奖品。还有吗？没有了。人家意犹未尽。意犹未尽。不是，我想问一下你是想我们猜一猜，杰大，你猜一猜，他是想要多回答会儿问题，还是想要多留在台上一会儿？多。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得倒他，所以他。你想什么？边大说一下粉丝的寄语吧，就是啊，你太瘦了，多吃点儿。瘦吗？大家说边大是不是又瘦了？哪个好？我那个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啊，多吃点。边大这个叫结实的肌肉很厉害的。对，我有肌肉的。对，有肌肉，肌肉很厉害的啊！这个来吧，合照吧，来来来。来，谢谢谢谢。送给你的。好，好，谢谢哇！这时候我觉得，来看向前方，你看向前方，我们一起合照就可以了。来看向前方，我们站一块儿嘛，来看前方。来中间。啊，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啊，我们的这个蒙牛榛果粒花果青乳根本不够，得一箱。好，谢谢谢谢这位粉丝，谢谢谢谢支持，谢谢。来，请先休息吧。好吧，我一下发现
选择题变得好做了，嗯，有办法了。我就这个下一位选举个捷大灯牌的吧，就好吧。下一发再选别的话，大家不要着急，放过我吧，大家。后面会有手扶，下一趴上手扶，这趴上灯牌，好不好？这多难，你知道吧？太难了，太难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这个，哎呀，都好看哎。这个吧，这个有阿杰箭头向下的，就有种他就是阿杰的感觉，就这个，对、啊，挺有意思的。阿杰，哎。阿杰，来，有请。下一轮我们手扶吧，好吧？下一轮手扶，我看见你们的手扶了，我看见了。下一轮，马上下一个，哦，不是下一轮，下一个，好不好？不要，好的 ，OK。求放过，哎呀，什么？要微博爆破我呀？那你惨喽，惨了，完了，真的，太惨，太难了。这我求两位大大保护，到时候要，没有用啊，没用，天哪，来了吗？这也是个送分题啊，这个是要看大屏幕的，不是从这儿走的吗？哇，走到哪儿去了？他是从后面绕了一圈，他是从后面绕了一圈。哦，他在那儿，我看见他灯牌了，走，往前走。对，小心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不容易。要不然现在就接着啊，好啊，往下抽是吧？再让我继续经历这个，多抽。好。好啊。啊，不，手扶吧。大家都是捷大的手扶啊，啊。你们都是好朋友吗？不是的，姐大，你知道我本来想问他们什么吗？你们本来说你们是好朋友吗？我想希望他们说是，那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对吧？你们派一位代表上来，我们先来这位吧，来，有请这位，你是来自哪里啊？我来自安徽的。我从安徽特地飞过来的。哦。坐高铁过来的。我坐高铁过来的，谢谢，很棒谢谢。那我们这道题是看大屏幕回答的，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请看大屏幕。这个表情我太爱了，太好看。嗯，这就是这一张图是吧？啊，请问，线线在里面是看到了什么，会有哦这个表情？狗。仙子，对吧？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工作人员请送上我们的奖品来。这也很明显了。明显。来，我们三位请一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来合照，有请。啊，来，中间一点吧。好好看，而且这次的新的这个抱枕，大家记得啊，如果想要拥有的话，记得去我们的腾讯视频，我们的国漫超市看看还能不能抢到啊，一会儿去。来吧，看一下前方。来。好的，谢谢你。啊，来，手扶，哇，手扶，太难。啊，你有手，好，来吧，来，谢谢你，来吧。他其实挺不容易，他在第一排蹦了好久了。好，大家都不容易。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自闭一会儿，好惨。大家，对，我说什么都没用，大家都很不容易，是的。谢谢你们。来，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啊，但我们因为限量的。你好，谢谢。Hello。小编老师好。什么？打招呼。啊，好，气喘吁吁的。我是个有礼貌的孩子。谢谢你，大家都很有礼貌。你来自哪里啊？我上海本地。上海本地，好。然后来了啊，看一下这个问题是，请问，杰大来问吧，第四题。大家应该都知道云深不知处的家规。那么刚刚我们两个这个表演的这个 Q 版片段中，一共提到了几个不可
分别是什么？为什么到我就这么难？这有点难，这有点，我已经忘了，这有点难。其实我，但仔细想想，应该可以回想起来，回想当时的画面。不，不可以吃超过三碗饭啊！来一个，不可以咬快快，不能浪费食物。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太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奖品。厉害厉害厉害！老师说一句话，好。去年 CCG 前一天，我们在高铁上有遇到。什么什么什么？去年 CCG 的前一天，我们在高铁上有遇到。哦，你们大头来了！我一直没有，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谢谢。遇到了，你们没有交流吗？这个应该一般应该不敢交流。再次遇见，就是缘分。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编导。来。来，合照还有合照呢，来，咱们把这个看一下我们的保证，舞台前方，答应好你们手扶这一轮一定手扶，好吧？我抽了几个了，谁提醒提醒我一下？三，还有三位是吧？我露出来吗？哎，好的 ，OK。头来，我往台下投去无助的目光，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开了。好的，好，谢谢你，谢谢，来，请下一位。啊，好。我们比举手吧，比速度吧，比速度还是好一点，我觉得，好吧，举手啊，举手就可以，一半，好吧，还是一半，下一个就来你们这儿，好吧，下一个来，一定来你们这儿，来，准备，3、2，下来，不然我看不见了，这位真的快，这拿扇子，这位他真的好快，他，对，他有手扶吧，等会儿让我见见，你有手扶吗？他有手扶的是吧？哦 ，OK， 来吧，哦，太难了。正好我想问问这个边大杰大，以前你们有这么难的时刻吗？这么难的时刻有的，真的，然后呢我都把它转移到了你这里。你也是这样的吗？边大你是不是本来想说你可以选人的是吧？没有，我从来没说过，是的，我是想选，但是还是算了。好的，来，太难了来吧，去哪儿了那位？啊，来吧，来了。第四位是吧？好，行，我们时间够的，来，慢点。Hello， 欢迎你，欢迎。Hello， 你好。哎，不要叫我老师，不要叫。你来自哪里啊？我来自上海。啊，你也上海的。OK。好，那直接来吧，好吧，问问题了啊。请问哦，造句题啊？造句这么难啊？魔道祖师 Q 今年的合作品牌是蒙牛花果轻乳，哎，然后我们用这个花香语花香果粒云深不知处，结合一个主角造句。我有吗？这个所以是你造的句子里面要有一位主角，要有词语花香果粒，还要有云深不知处，所以就你有角色，有人物，有地方，然后还要用上词语花香果粒，这样比较那个，对吧？好，来给你看，来，给你。谢谢。越来越难了、这个真的有难度了，这个。我们正好可以想一下，我都，比如说，韩光君在云深不知处，喝着蒙牛花果轻乳。接过去了，可以，太绝了。蓝忘机和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喝着蒙牛花果轻乳，感受着花香果粒带来的幸福感。哎，很棒，真棒！而且我以为他到那儿就可以结束了，他还要再来一句，哎，带来的一个，哎，很棒，很完整，谢谢你，谢谢，满分，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奖品。好，谢谢，来，请站在中间，我们合张照。谢谢。哦，这个抱枕真的好好看，我一会儿一定要。谢谢。可以往下拿一点。弄两个，好看的。麦姐喜欢吗？这个抱枕啊，好看的是吧？我也觉得好好看，这个，带回家一会儿。好。来看一下前方。好 ，OK，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好，来。这边，汗如雨下吗？还好。不，来，手放下就可以了。我们就比举手速度就好了啊！来，准备，来，3、2，没有说一啊，没有说一啊，没有一啊，一啊啊啊！
这位戴着眼镜的，对，戴眼镜，对，他快的，反应挺快的。啊，对，检查一下，他有手幅吗？你拿手幅了是吧？我觉得你们，我发现你们他们手幅都是一样的，你们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后援团是吧？同一个站子，啊，一起做的应该是，对。哦，我要跟二位大大正好讲一讲，他们这些手幅其实做的很难做的，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出来，很精致的。他们要找太太对吧？因为说后期然后去制作，然后还要挑最好的当下最流行的这种这个应该叫什么技术，对，然后做出来的这种，所以你们每年都会看见不一样的这个手幅。我发现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对吧这个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对，而且一次比一次就是更加时尚。设计版面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是吧？对，有的是可能是你们的粉丝站当中有厉害的太太，他尊称他们为太太，就自己设计自己画，包括整个背景板可能都是他们自己来的，对，到初稿，非常不容易了，不容易，对，谢谢大家，谢，哎，谢，你好，不好意思，你好，你好，好，我好害怕呀，哈哈，Hello， 还有，问问题，接下来问问题了，问问题，下一题到了作文题了，造句完了就要作文了，这一个比一个难啊，做一个假设。少年时期的蓝忘机看到魏无羡偷偷喝东西的背影，以为是在偷喝酒，结果走近发现他是在喝花果青乳。这个时候他会说，他会说，我也要喝。这不能叫作文呀，啊？对，这怎么能叫作文？这叫接话。感觉像三句半，我们前面三句他最后哦对哦总结长一点，还可以长一点吗？给你看这个，给你看，把这页啊，把都给你了。我做一个假设对吧？对，作文，这个时候他会说啥？说一大段话，说一大段话啊。首先肯定要问你在干什么。首先问你在干什么。对，开始了。然后他说，忘记会说什么？忘记会说啊，不要你管。哦，你走开，你走开，然后呢？你走开啊，然后魏无羡还是会凑上去。没干什么，你走开啊。我知道啊，然后呢？然后再来一句吧，好吧。然后就问，你喝的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好喝呀？喝的是什么呢？喝的是蒙牛，是蒙牛的花果青乳。对，蒙牛真果粒花果青乳啊。真果粒花果青乳，你要不要喝呀？然后蓝忘机，蓝忘机说什么？蓝忘机说，随便，我才不要。然后拿回来闻了闻，这个直接就喝，一把抢过来。好，一把抢过来，行，谢谢你，谢谢。太难了，你有我难吗？其实还好嘛，一下就不难了，对吧？来，你还有礼物，你还有礼物，来，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把它放下点，可以露，把这个脸露出来。好，谢谢，来，请先休息。谢谢。我已经忘了我抽了几位了，谁提醒我一下？六位了吧？六位了是吧？抽完了？还有，抽完了吗？我没数，我也没数。还有一位。我们今天一共要抽七位。七位？对，还有一位。那这样吧，又挤到第一排的粉丝特别的不容易，好不好？所以呢，我现在就不看了。今天是7月18号，对吧？所以就从第一排从左往右数的第18位，好吧？大家不能换位子啊，不能换位，我们来数，工作人员来数一下，好吧？对，你们这排不算的。你这他们的，因为他们这排也没有18个人，对吧？他们这一排应该是摄影组啊，选到了吗？重复了啊，出来了，我们已经来吧，这个很公平啊，这很公平，而且这个非常吉利，哎，十八，对，我应该早想到这个办法的，是的，哎呀，以后就知道了。但是你只能说第一排，第二排怎么数呢？今天是7月18号，你要选一个718号，可以。然后工作人员就心想，工作人员满脑袋问号。
然后呢，对，哎，正好这个时候，杰大编的，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在腾讯视频，我们在独家进行直播的。嗯、然后看哪台机位啊？哪台机位正在直播？哪一台？这台吗？不是你的，不要捣乱。还是这台？是这台亮灯的吗？谁告诉我呀？是那台亮灯的。二位可以跟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们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Hello， 各位，这个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对对对，看直播的小伙伴们，真是久违了，好久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场合，跟大家在这儿开心一起玩，嗯，真的是好开心。对，所以刚才你们玩的看的开心吗？嗯，如果开心的话，哎，就要记住我们到时候。7月31号锁定腾讯视频，来、来看我们的魔导祖师 Q 版。嗯，对，是的。而且各位啊，不仅仅两位大大会现在和你们打招呼，一会儿我会拿上手机，我们现场进行截屏抽奖，我们抽几位幸运的粉丝，好不好？一样给他们有福利，好吧 ？OK。对对对对对，但是答应你们了，好，一会儿一定会给你们抽的。来，有请。好，你好幸运，最后一位锦鲤。谢谢谢谢，好，你好你好，来这边，你是来自哪里啊？上海，上海的 ，OK， 我上海的，其实还是挺有，对，这个对吧？挺好的啊，来，因为就是其他大家都要全国各地过来嘛，对吧？你有个地理优势还挺好，然后你是直接来问吧，好吧，直接来问，啊，开心吗？你很开心啊，应该，对吧？好，数学题，你数学好吗？一般，一般就对了，好吧？来，数学题。已知韩光君蓝忘机成年后有188厘米，哎，1.88米，嗯，1.88米，哦，一瓶花果轻乳有近17厘米，那么蓝忘机有多少瓶花果轻乳膏呢？啊，有多少瓶？带没带手机？快，带没带手机？哎，赶紧算，赶紧想，大约多少瓶？十一，十一算下是多少高啊？算一下，187。你为什么不信任我？我说187，17×11嘛，187，是没算错啊，187。对，好，来恭喜你回答正确，好，我们送上我们的奖品，来中间合照，来恭喜。OK， 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位抽完了。那这个十个啥？接着说呀。对，很有主持范儿吧？他主持人不在的情况下，那我来了，我们要继续抽吗？这个坑有点大呀！哦，你来了，你来了，你来，这个现场抢饭了。这个有点大，拿手机了，手机上来了。然后呢，我们正好一共我们可以看见5楼，可以看见5楼。哦。然后我们一人截一次，抽五位，好不好？抽五位。然后大家现在可以在弹幕里面刷起来了，请刷的是我们的魔道祖师 Q， 7月31日收视长虹，对吗？对的啊，是的。魔道祖师 Q。7月31日收视长虹，好长啊！大家一定要干，谢谢。我看有人说主持人好难，感谢你们。你们来3、2、1，我来，或者你们截也没有我截，你来截吧。我们3、2、1吧。你们3、2、1，我来截。3、2、1 好，好。然后大家现在刷起来就可以了，那刷起来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刷错。魔道祖师 Q， 7月31日收视长虹。好，赶快刷起来哦！赶快刷起来！在等大家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一年一度大家最开心的时刻——大合照来啦！开心吗？大合照！来吧，来，我们的麻烦我们摄影老师、摄像老师一起到我们的前面，大家可以把你们手扶灯牌举高高，我们会翻过来和大家一块来进行我们的合照。然后呢，再一次跟感谢所有亲爱的小伙伴们呢，能够来到我们的 CCG， 我们的腾讯视频的活动现场，一起来看我们的魔道祖师 Q 的我们的声优见面会。然后没有能够被我有幸请上台的小伙伴们呢，请希望你们千万的不要怪我，我也再次许愿你们下一次可以上台，好吧？好，来，有请二位，有请。
稍等一下啊。大家是这样喊的啊，我会喊前面的，久等了久等了大家，我会喊腾讯视频魔道祖师 Q， 然后我们会喊7月31日，大家一起喊收视长虹就好了，四个字好不好？ OK 吧，好，来，好，稍等啊，来，请准备，3、2、1走，腾讯视频魔道祖师 Q 7月31日收视长虹。什么视频？再来一条啊！视频再来一条，大家可以吗？啊，再来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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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来，怎么了？怎么了，变大？没事没事。好，腿麻了。啊，来，再来一次啊！来，腾讯视频《魔道祖师 Q》7月31日收视长虹。OK，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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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好，然后就到了我们的抽奖时间了啊！抽奖时间，抽奖时间。哦，大家都刷起来，刷起来。OK， 好，然后再刷了。感恩的心，别打。然后是这样的，各位中奖的朋友，大家我们到时候会公布到腾讯视频动漫的官方微博，千万不要走错，腾讯视频动漫官方微博啊，腾讯视频动漫官方微博。然后呢，到时候中奖的大家记得私信可以获取我们的礼物，好不好？我们要来结了啊！1、2、3、4、5，前五楼，好不好？截图前五楼，截图前五楼。好，来吧，你们一人喊一次，我来截，好不好？好，来，3、2，一起来，一，稍等一下，不要太慢，好吧？好事多磨，你知道吧？这个时候，是的，对吧？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充分说明你可以购买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蒙牛榛果粒的花青乳啊、花果青乳啊，花果青乳。啊？啊 ，OK， 好，好，好，好了，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来吧，来吧，来吧。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再来，再来一次，再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好，来吧。好，三二一。咔嚓，结了。1、2、3、4、5，好，来，我们恭喜第一位 UMQRA， 然后每个里面都有个点。第二位叫做诺言，全屏中奖是吗？第三位安之则暖，第四位叫做这怎么读来着 ？Dasi 什么 D A S I F F Y 这一位。然后1、2、3、4 Decify 是吧？哦 ，Decify 1、2、3、4，第五位叫做光义二，光义二世，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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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兔兔？好吧，恭喜这几位。OK， 然后恭喜恭喜，还有啊，再来，还有最后的五位，来吧。好，你来说吧。3、2、1，咔嚓！哦，好。恭喜第一位叫做风调雨顺，恭喜第二位文君，恭喜第三位想要入住什么什么，然后恭喜第四位 Tracy 是吧？然后 Tracer 是吧？他这个是，看不大清楚，应该是的。1、2、3、4、5，恭喜最后一位黑白剑中的忧伤，好吧？眼神真棒！恭喜五位啊！保存了，保存了。然后我啊想起来了，我们前面是拍了视频，照片没有拍是吧？照片是照片，老师在哪儿啊？我们。要再拍一张吗？我们刚才在说话，会不会口型不太好看？要补吗？再补一张吧，再补一张。来来来来来，有请二位，再补一张吧，好吧。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要花儿，可以吗？麦姐，他们要花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啊、哦，麻烦接一接，行。啊、哦，好，这是给杰大的是吧？好。
好沉，好好，这边大的，这给我的，我也有，谢谢谢谢，感恩的心。这个 也是给谁的？莲藕能，里边能。杰大的啊，杰大来了，今天你有两捧，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啊，好来，我们这样就大家看前方就好了。举高高要来一二三 ，OK，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谢谢谢 谢所有亲爱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谢谢对吧？我们的好看的魔道组织 Q， 7月31号锁定。我们大家这么卖力，大家这么亲，我好生气啊！再来一次，我们的魔道组织 Q， 大家一定要记得7月31号锁定。没错，锁定腾讯视频独家播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与，谢谢，谢谢，谢谢杰大，谢谢。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圆满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所有，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在现场还有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嗯，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二位，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拜拜。